今天是洛杉矶的周五。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出去一天带这么多东西 ？I mean, we're just going out for one day. Look at all this. You got mattress. You got TV. I know. What's wrong with this screen right here? It's portable. Wireless. Wireless. What? 昨天我们睡了。可能是加州最难睡的一个营地，睡了一个晚上，可是没拍照啊！一起床就被这个人轰走了，啊？我觉得买多了，但是20块、四个也是拿，一个也是拿，你要多少个 ？Why look? Molly, you didn't get it. Molly, this is my laser crab. I have no idea. Razor crab.Razor. Mm-hmm. You're freeloading off a fisherman. Cool. 加州的油价现在可以杀人了。现在油价比广州还贵。今天最高的涨潮是1:28，现在是1:25，还有3分钟呗。对，3分钟呗。都跟我追下一个太阳。哎，我拖着个拖把，然后我已经不行了。现在我的救援队伍能不能把我跟这个不是这条狗，是后面那个拖把拖出来呢？再动就行了，一旦停下来就可能两个都不行了。我挂个倒档你会生气吗？感觉吉米的车。 Thanks bro。 你入去玩的，你入去玩的就不如放。一会行啦，你先把我拖过去，我把那个拖挂丢下先行不行啊？妈妈咁啦 ，Ryan 过紧嚟啦。你揿只掣可唔可以拖走佢啊？我入得到波，佢会点咯？试下吧，试下。看你笑 Ryan 已经攞咗把铲出嚟，准备帮你铲，帮你铲翻出嚟，睇到未 ？Good job。我翻台啊！我们在跳 tango。斜着拉可以哈，我们他要倒着上这个小沙坡吗？喂，等于把我们扯下来了。是的。哎，这个对这一块不错啊。这一块是路来的。哦。终于找到营地了。终于可以吃饭。等等你嘅，嚟奖你个老细。嗯。你写了吗？我需要一个碗。嗨。水壶。